进来。林大姐啊，您看看，这回公安可是立了大功了，破了个大案子。哎呀，这可是胜利捷报啊！特务姚启斌的案子终于告结了。这是公安局的告示，要我们每个居民点都要贴。你多派几个人过去，一会儿我手上的事忙完了也会去贴的。大姐，你这么忙就没有必要亲自去贴了吧？人手不够嘛，多一个人是一个人。那个你交给老钟的画报有没有开始画？嗨，这不刚画了几张就被老婆拖回去烧菜去了。切，这么大年纪还怕老婆呀？你最好马上告诉他，叫他抓紧画，下午叫他把这边布置好了啊。好。你给他的资料全不全呢？全呀，密道的图纸、女特务的照片，还有法医的验尸报告，这不全有了。好，你再嘱咐他，叫他画得尽量仔细一点，让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。画好之后，在边上配上文字，要提醒大家提高警惕，防止特务在我们身上搞破坏。好，明白了。大姐，你想得真细呀。我们妇联工作就是这样嘛，大事小事一起抓，为人民服务嘛。大姐，我一定要向你学习。去忙吧。走了。何英同志，歇一会儿吧。哦，来，那天啊，我可要谢谢你了。来，尝一尝，我煮的咖啡啊，怎么样？啊？你没喝过吧？不，我不明白，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？喝咖啡呢，是一种文化。是文明社交的一种方式。咖啡跟水不一样，喝水你可以大口的喝，可是喝咖啡你一定要慢慢的品尝。刚入口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苦，然后舌尖便会变甜，回味无穷。还有喝咖啡啊，特别适合你们这些女孩子。还有这么多歪道理啊？当然有那么多讲究，所以让你尝尝。苦吧，女孩子喝了都会觉得很苦，但是沪江的女孩子都愿意喝咖啡。还是苦的。你慢慢的品，待会儿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。再喝一口。海螺岛那边有没有邵淑姐的消息？还没有呢。他会藏在什么地方呢？少来！你是老军统吗？又是大老板的得意弟子，我怎么敢在你面前逞能呢？哎呀，自从颐和路的据点给端掉，我还是很心疼的。他毕竟是我们花了一年多建立起来的。是啊，大意是荆州啊。李少云，我总觉得你还是差那么一点。你怎么能让叶正龙发现你的破绽呢？看来啊，这个叶正龙是你的克星啊。
最近，共党公安有什么动静？他们好像已经知道，等待时间出击。真的是很难对付，特别是那个叶志龙。我奇怪，他端了我们的颐和路，又破了姚启兵的案子，他怎么不去公安局？他还想干什么？ 我总觉得这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有问题，总能让他们找到破绽，牵着我们的鼻子走。我还是想把叶正龙给干掉。唉，这是最后的手段。我认为你原先的计划很好，让共党内部自相残杀，我们就趁机炸了。 得到你的赞赏可真不容易啊！这样，我立即行动。哎呀，这颐和路的残局我还是要收拾一下。虽然撤退的时候人员没有多大的伤亡，可电台被毁了，我们等于没有了手脚。你赶紧跟台湾方面联系，让他们早日把电台送过来。都是林秋阳那个骚公鸡，坏了我们的好事。 人总是有七情六欲的，别那么多责怪了。这次你去海螺岛见到他了没有？啊，我找到你的先生了，还是偶然发现的。他在那边开了一家渔火行，以作掩护。是吗？哼，他都过起安逸的日子来了。 东西呢？拿了没？他没给。为什么不给？他应该知道抗命是什么结果。他当然知道抗命的结果。但是，我想让他护送的那份绝密文件是他的一张王牌。共产党也一直想找到他。他只要护送到台湾，就可以邀功。 当然，最后可以和你团聚吧。这么说，他是为了我？他这么跟你说的？啊，他说过多次了。他说对你是日思夜想啊。他还带着你们的结婚照片呢。你有没有告诉他，我现在人在沪江？ 还有我现在的身份，我能说吗？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你上次要的六零炮都让共军接过去了，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为党国尽忠了。那怎么办？离期限越来越近了。不管他，只要我们最终完成任务。 别人都靠不住，只有靠我自己。李大叔，过来喝一杯。好。哎呦，精神不错嘛！啊？是吗？我不一直都这样吗？不，今天呢，您的脸上呢，显出了少有的轻松呢。嘿嘿嘿。 姚启兵的案子查清了以后，你没有去公安局说说自己的事吗？老李啊，今天咱俩不说这个，我来呢就是请你喝酒的。嗯，小叶不对不对，今天你不会特意来请我喝酒吧？你看你又把我想那么复杂。哎呀，来，龙哥。 老李啊，这酒啊，今天就都给你喝了。走。哎。
振龙，你怎么坐门口啊？我们没有锁。我看呀，这里的景色真不错。你说我以前怎么就没留意到？问你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你怎么会认识那么多三教九流的人呢？你是说蒋文虎他们吧？你别误会啊，我以前是挺讨厌这个的，可是后来觉得他们对案子还挺有帮助的。以前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，没少跟这样的人接触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也觉得不习惯，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，我越来越觉得我需要广交朋友，因为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阶层，遍布每个角落。如果运用得当呢，他们就是你的眼睛跟耳朵，单凭自己的能力那是不够的。如果可以把各个阶层的力量都聚合在一起，变成你的眼睛和耳朵，那敌人就无处可逃了。言归正传啊，我跟你说的事儿。这两天我想去一趟海螺岛，有人告诉我邵树杰的消息。这消息可靠吗？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哪怕是你的父母。你放心吧，我父母都牺牲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只是打个比方。是这样，有几个船老板呢告诉我说，是海螺岛新开了一家鱼货行，见过一个老板姓邵，据说这个老板呢新到的海螺岛，行迹很可疑，我想亲自上去看一下，但是我本人又不认识邵书杰。哎，对了，你见过邵书杰，你能跟我具体描述一下邵书杰的体格特征吗？这个我说不清楚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陪你一块儿去，行吗？我不想你们坐。为什么呀？在我还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以前，我还是隐蔽好，以防万一。那这样，我跟局里请个假。请假理由呢？我就说。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你什么时候动身吧？最好明天。哎，怎么不说话呀？身体不舒服啊？啊？不是啊，你这几天就别来找我了。啥意思啊？因为叶正龙是吧？反正这两天呢，我们一直在忙活着为叶正龙回局里的事儿，一直在跟领导反映。但是叶正龙本人呢，他反而不太积极。反正我这边是担心他的安全，特别是姚喜兵这个案子破了之后，我担心他们报复他。是。我本来也一直很担心，但是我想，他以前是做地下工作的，什么场面没见过。是，再说了，我还给他一把枪，我觉得。什么枪？枪，是我悄悄从家里偷出去给他的。高青山，这事你能答应我不跟别人讲吗？青山啊。市里要召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，这是一份各界名流的名单，上级要求我们呢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，稳定大局，你们要拿出一个详细的保卫方案啊。是。我是郑海峰，你们那的工作进展怎么样了？暂时不要跟我见面，紧紧盯住这两个人。对，哎呀，好了叔叔，别再说了，别再说了，叔叔，这假不准请。高科长同意也不算数。叔叔，你就同意我请假吧。还是那句话，什么理由？我真的不能告诉你，
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准再跟他在一起了。还是那句话说的对啊，什么？反正就那个意思呗。靳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嘿，又是叶正龙是吧？何云同志啊，到，能够把近朱者赤、近墨者黑这种成语脱口而出，说明你进步很大呀！啊，老韩啊，什么事？你问他。哦，什么事？报告，我要请假。老郑啊。 转过来一下。啊，好。秦先生，哎，我的这套服装啊，务必要按时给我赶出来。好好好，蔡先生您放心，您的衣服啊，我亲自给您做好，耽误不了您的。啊，好好好好。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那好，那就拜托了。告辞告辞。啊，哎，黄妈，老爷。 看看太太睡了没有，要是没睡啊，你告诉太太，我一会儿上去跟她有话说。好，是老爷。啊，春山。哎，明天太太要到庙里去还愿，我打算跟太太一块儿去。啊，寺庙那边我都安排好了，明天上午10点动身。好，啊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去忙吧。 先生，您的咖啡。啊，不需要了。哎，韩局长。 林站长，您来了。坐。韩局长。在这种场合，别称呼我局长。你热呀。 没事，热把外套脱了。不合适。你看高青山这个土包子，他跟这个叶正龙没学好。约会就约会吧，非得找这么个资产阶级腐朽的地方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啊？既然来了，就不要换了吧。再说，来这个地方。 是我向高科长建议的，坐在这儿真不自在。没事，慢慢就习惯了。我在战场上打了一辈子仗，在战场上天不怕地不怕，说来不怕你笑话，在这儿怎么只想冒汗呢？还好啊，脸上头上都没汗吗？ 韩局长，这可是沪江有名的咖啡馆。林站长，咱们前后脚一块来沪江的，你知道的可真多，这点我得向你学啊。哎，不不不不，你太客气了，是我应该好好向你学习才对。嗯，你可是高层领导，统管全局的，我呢，虽然旧住上的工作。
也是重要的，可是跟你相比，那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啊。有时候芝麻绿豆也不是小事情啊。哎，那这样说来，我们是互补哦。哎，要不叫杯咖啡吧？哦，不要，我算了，我来杯红糖水。红糖水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是。红糖水是我们这儿女人生孩子喝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跟局里已经请过假了，他们同意我休息两天。高青山知道你去哪儿了吗？知道。你怎么说的？我就跟他说我们……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觉得我做事情不牢靠，你可以换别的同事去，我可以不用去。这次我要把公安局的内奸给引出来，相信他们一定会在海螺岛有所行动的。哎，我发什么呆呢？说好了一起去，当然一起了。你看，船票我都买好了，明天中午12点，这张给你。我们分头走，到码头见，这样隐蔽一些，船上再汇合。不许反悔，注意安全。这情况紧急，迫不得已叫你来的。有什么大戏要开场了吗？大戏？先擦屁股再演大戏吧。叶正龙要去海螺岛。什么？叶正龙要去海螺岛？难道他闻出什么味道来了吗？那要看你这一路上有没有留什么味道给他闻呢？我向你保证，绝对没有。要不叶振龙早就跑过去了。这708是不是太敏感了？不能大意呀。要是这次叶振龙真的去了海螺岛，邵书杰肯定是无处藏身了。那就把他干掉。这次是个机会。我去安排。708不同意。不同意？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都是叶正龙在从中作梗。要是把他干掉的话，还能打出一股威风来。他要留着他派大用场，只怕是养虎为患。708懂个屁！李少云，到。以后不要再让我听到这种话。是。叶正龙说，公安局出了我们的人，所以说708要将计就计，让叶正龙成为共产党的怀疑对象。哼，他是自作自受。高招。708命令了，要我们想方设法破坏叶正龙去海螺岛的计划。不光如此，还将是叶正龙噩梦的开始。黄妈。哎。
东西准备好了吗？你看，都准备齐了。好，好，一会儿就走了啊。哎，好。都带好了啊。啊，好了。老爷，有您的电话，是军管会打来的。啊，好。那我去接个电话，啊。哎，不能让万叔去接吗？这么重要的电话，还是我自己接吧。你们先等会儿，啊。哎，我们等会儿吧。会来电话，说一会儿要送一份重要的文件来。你看，我就不陪你去了。你不去了？啊。让万叔在家里接吗？啊，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还是我自己等吧。啊。啊。那好，我去了。啊，你去吧。黄妈，我们走吧。前面修路，请从旁边绕走。哦，好。车里坐的是蔡夫人，蔡荣贵老爷的车，你们也敢劫？太不弄走也算没白干，走走。太太，放开，快点，放开我，干嘛你们？快走，快快走，快放开我，快点，干什么？快，快点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老实点，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，就放开，就别动，快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别动！再叫你！快走！快上车！快快走！快走！快点！
被打死了。被绑架了。老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去报警。哎，去报警。找我们老爷什么事？让他听电话。喂，我是蔡荣贵。你的夫人在我们手上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哼，不想干什么。好，说吧。想要多少钱？真大方，等我们想好再说。记住，不许报警，否则你夫人就没命。好，我也提醒你们，钱不是问题。你们要是伤害我夫人，我蔡永贵是一毛不拔的。哼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。蔡夫人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的人呢，匆匆忙忙把你请来，还来不及通报，失敬了，失敬了。有话就直说吧，不用拐弯抹角的。我们是党国的忠诚志士。本来呢，我们请的是蔡先生，但蔡先生不在车上，只好把你请来了。你们也太无礼了，对我一个老太婆也要动粗。想当初，就连你们戴老板见了我们，也要礼让三分的。夫人说的没错，是形势不同了。当年我们风风光光在台上，现在变得委曲求全了。知道委曲求全，就应该好自为之啊。那是暂时的。看这个情形，老蒋还能反扑回来？形势变了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像当年一样对待夫人了。你说呢，夫人？我不怕。我奉劝你，早点把我送回去。不然，我先生对你们不会客气的。你也太嚣张了。夫人，我们都好自为之吧。夏姐，妈怎么了？她真的被绑架了，是吗？小鱼啊，不要害怕，你妈妈不会有事情的。我已经跟绑匪通过电话了，也许他们只是为了要点钱。大概也不会那么快就有眉目的，我还要等他们再来电话。我们报警啊！爸，我去公安局。小姐，小姐，绑匪他们不让报警啊！不让报警？他们不让报警，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妈妈被绑匪绑走吗？小玉，我已经安排人去筹钱了。
我想这件事情很快就会结束的。我可以去找叶正龙，他已经不是警察了，他可以帮我们。我去找正龙。哎，小玉，小玉，快点！哎，马相义嘞，马相义，老刀把相义。马相义嘞，正龙，正龙，叶先生吗？你是？因为我是谁？有人要我把这个交给你。说好。滚，滚！黄包车，对，化身了。好，来下一个。情况就是这样，那个人我根本不认识，去吧。但是可以肯定，哎，请这个人一定知道我在那个时间会经过那个地方。照你这么说，他们是有预谋的。我是被盯梢了，但是我觉得绑匪这次，他们想绑架的对象是您，而不是蔡夫人。只是当时你没在车上。我宁愿他们绑架的是我呀。正龙，正龙，你说，你说绑匪，绑匪会是谁啊？现在还没有头绪。哎，你说，跟踪你的人和那些绑匪，会不会是一伙人呢？蔡先生，绑匪有没有提到赎金的事？没有。那可能你判断的是对的，很有可能就是特务，因为他们目的很清楚。不是为了钱。